里边上来，这门没关严，这家伙刚才好几只猫出去了，好歹另外几只猫都叫回来了，现在就李宝，李宝上来，上来李宝，上来别，还往哪跑？欠欠的是吧？不上楼跟大妈们玩了，小家伙害怕了，上楼不是被大猫欺负，就是他哈大猫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瞅瞅瞅。果果还上楼不？我再上楼。你往下跑什么？你还能跑到哪去？我给你开门。回去，哎呀，别搁那打了，门口快回去，快，快回去。进不去呀，那么宽，快点的。我拿拖鞋赶你了啊！快快去去去。哎呦我家，哎呸，色身小脸小小小嘴巴子胖起来点了，哎呦真好看了。来，金大帅，别跑别跑，大帅别跑，这给你按摩。啊！别离我远一点。给你按摩，徐宝。离我远点儿。滚！哎呀，这按摩的菊宝，这儿，去你丫的吧！你瞅你呀、啊，过来过来，来，英俊，英俊，来，快，蹭嘴，蹭蹭嘴，蹭嘴巴子。日本人。人家四只手，你还伸一只手，五魁手呢？五魁手啊，六六六啊！这个可以给你做按摩嘛？哎呀，真是的，不打着他半天也不稀罕，这一打着了。就回应了，他们都喜欢动的玩意儿，看一下李宝，就谁能第一个呢？第一个知道他会给你按摩的呢，宁军又想据为己有，想搬走。我去，这打转了，你当他是王八呢？瞅着，我给这么放的啊。看这像什么动物啊？什么外星生物？你瞅着。都迷糊了吧？还是胡应俊。按耐不住先去够去了啊，菊宝也跟着动手伸手够了。
哟，正翻个了。